好像是剩一天而已啊。就比飞要战。嗯，总是。嗯，重用长靴。太难跟路了。什么不比较好？哎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新手啊，其实他有机台。嗯，他家是蛮美的。不过我发现这些人很像很少在布置自己的家园的感觉。力量爷爷虽然很凶，但相处起来你会发现是软软。嗯。打用词其实也蛮常看到的，有什么东西也很漂亮。